开始。哎，倒下去了。两只。跑得快，跑得快。有这么快？比较快，比你快，哔哔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在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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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小乌鸦子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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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小乌鸦子啊！哔哔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。炒饭，蛋炒饭，蛋炒饭，再讲一次，黄金蛋炒饭，蛋炒饭，你讲一次，你讲一次，黄金蛋炒饭，黄金蛋炒饭，黄金蛋炒饭，阿弥陀佛！对啊，你要谢谢，你要说感恩呐、啊，感恩。阿弥陀佛。好不好？哎，你帮我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感恩。下一位。我今天有出家的缘分。哎呦，你帮我提起来镜头呀。对啊。感恩感恩，密室陀佛，密室陀佛。哎，密室陀佛。哎，你还在吃啊？那、啊、你吃那什么？我看一整锅、哦，一整锅吃光光。这样一点点而已。啊，一点点，这样一点点。我看你肚子，还说。老板，什么、啊？我要一个火腿蛋吐司。我们只有鲔鱼蛋吐司，哦，所以一种。那我可以点鲔鱼玉米蛋吗？哦，玉米有，还有剩昨天的。哦，阿嬷，火锅咕噜咕噜呢。鲔鱼、玉米，那个大卡的那个汤的，哎，切落去啊。啊，冰冰啊，哈，冰冰啊，这两个那个卡不起来。这样子嘛。哦，啊，然后，啊，卡不起来，对。好用的吐司锅。小黄瓜加了吗？阿妹，方便在家，哎，方便在家。不要质疑厨师好吗？来，安尼个变过诶，哦，人遐好听，哦，厉害你！你这台笔电袂稳哦。小黄瓜，客人说要加小黄瓜。好嘞，好，来，来，再把它放上去一下，营养满分。这个好起来，来，这两块，两块，安尼个个好起来。来来，揪揪揪！吓了我一大跳，小惊熊的。你要微胶吗？哦，微胶，微胶。他说不要微胶。来，哎，看麦啊，那个很哇哇，小看呢，恰恰。微胶恰恰。跳恰恰。来跳的，来跳的，来。真真真真。今天你从哪里广告？来呀，开锅哦！哈哈哈！在，烧。哎，那也无凉起来。我紧啊，无紧啊，我都，无炸都融焦啦，不要紧啦，嘿啦。厂商请业配哈，找业配来哦。最近，这几啊年啊，好用什么 Happy Co， 这是什么歌？韩国品牌。是别电话啊。Happy Co，
卖电话，搁兼卖兔子歌。